我叫江建，今天我在昌州新北区测试中国人对世界知名品牌的认识。我一共有十个，如果有人猜对了，我就给他们100元。这些品牌在他们来自的国家是最成功的，所以我想有些人可能知道他们，但让我们看看。好的，我们去找人。我手上有十个知名的品牌，你的任务是判断他们来自哪个国家。我的手上有十个世界上知名的品牌，你的任务是判断他们来自哪个国家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的，这是哪个国家的品牌？ 我看一下哈，这NRCHIN 哪个国家的？中国。中国的，好的。中国。对啊，中国的 ，China 的。对的，对。这是我们中国的吧？对，一个。那不是 China 中国吗？对，中国的。哦，中国。对 ，It's China。对。China。国行的，中国。对，中国。哎，对的，哪个国家的？这也是我们中国的，对的，中国，对，中国工商银行，对的，对的，这是中国，对啊，中国的，对，中国工商银行，对，是中工商银行，中国的，对 ，It's China， 对 ，Yeah， China， 第二个是工商银行，对，丰田，丰田，日本丰田啊，对，日本，日本，对，日本的 Toyota， 对，日本，对的，对的。日本，日本，对。不是不是，是亚洲国家的。亚洲国家的啊。嗯。亚洲环球，澳大利亚。不是。日本。对。日本的 Toyota。对。Japanese。Yeah。Japan 或者。对，日本，日本。哎呀。对。Japan。对。三星，韩国。韩国。对对。韩国，韩国，对。第四个。韩国三星。对的。韩国，韩国三星，韩国，哎，韩国的三星，哎，Korean，Korea， 对，阿里巴巴，阿里巴巴，马云，马云，马云，中国的阿里巴巴，对，中国，对，中国，阿里巴巴是哪里？中国的吗？对，中国，对，中国的阿里巴巴，对，China。对，阿里巴巴。这个呢？这个是 Apple。美国。美国的。美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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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苹果。对，美国苹果。美国。美国。苹果。苹果。美国的苹果。对对对。美国。对，美国的苹果啊。It's American。对。U.S. United States。美国。Mercedes Benz。奔驰。奔驰。德国。哇，你好厉害。这个德国。德国，德国，德国，是德国奔驰。对，奔驰是德国吧？对，奔驰，德国，对，德国，德国的奔驰 ，Germany， 对，这来自 Germany， 对，是 American， 对，美国的，美国的特斯拉，美国，哎，对，这个特斯拉，特斯拉，美国，美国，哇，这个，这个 Thomas， 我不确定是哪个国家，因为我猜一个吧，猜一个美国，对，美国，猜对了，美国 ，US， 对，特斯拉，特斯拉，这个是美国特斯拉，美国特斯拉，美国，对，特斯拉，美国，对，法国吧，我猜一个，这是一个 France， right。这是那个德国的吧？德国的，不是看这上面的国旗的标志是哪个国家的？啊，对，对对对，是欧洲的国家。芬兰？不是芬兰，不是，是意大利。哇，对了，意大利，意大利的法拉利。哇 ，Italian， 意大利，意大利，法拉利啊，法拉利是意大利啊。哎，对这个，意大利，哎，是吗？耶， yeah， 对的， okay， 哇，这个是美国的法拉利，德，法拉利是，德，欧洲的国家，意大利的，
哎，对，现在是最后一个。宜家，我看到了。宜家。宜家瑞士。宜家是荷兰。芬兰。宜家是法国的吧？这是一个家具的。对。一个啊，中国是宜家。宜家。对。宜家啊。宜家。哪个国家的我也不太清楚，美国是吗？It's Korean。 荷兰。不对，但是很近。瑞典。哎，你都猜对了。是吗？你都猜对了。你的我给你100元，就是因为你的是第一个人都猜对了，所以这是你的。对，因为我的水平是，如果有人可以都猜对了，我给他们100元，所以你是第一个人。我是第一个啊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他赢了。宜家嘛，宜家。宜家是瑞典的。哇，他猜对了。你都猜对了，这是瑞典的。对，是瑞典。你都猜对了，还是你的我的水平是，如果有人都猜对了，我给他们100元。不需要吧？不用，没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这个就猜对了就有吗？对，很棒。对，因为你都猜对了，很厉害。谢谢。有很多人不知道，是哪一个不知道？你问中国基本有很多人不知道那个最后两个这个意大利，还有这个最困难，这个是我都去过都去过。好，谢谢没事，谢谢你参加我的